安心，我喜欢你。不，你站着，你站着，我们说。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。你等一下，你别过来。你听我说，你应该给我个机会。我不是安心，你别过来。你听我说，你别过来，你给我机会好不好？安心，安心，你听我说，给我机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安心。一直没有回来，给你发信息也不回，我就去公司找你了。谢谢你。那个人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不要太冲动了，你的腿伤都没好，你会有危险的。你辞职吧，我养你。我辞职了，我们上街卖艺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苦的。对了，公司离家这么远，你怎么把我扛回来的？我打了滴滴，用你的手机。你怎么知道我支付密码？我用你的指纹支付的。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我的心脏堵得慌。心脏在那边。安心，我喜欢你。
你喝多了，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，你应该给我个机会。不是，安心，你听我说。安心姐，安心姐，安心姐，我们来吧。哦，不用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我来。 杜经理来了，安心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杜经理已经被开了，老板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里面全是杜经理做假账，还有他拿回扣的证据。 老板知道以后特别生气，立马就让他走人了。是的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今天我们一道营业部，没一会儿啊，就收到总部的通知了。你这个拿回去吧，我不能收，你们的也是，拿回去吧。你一定得收下，那个。对啊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我不想被炒。什么被炒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反正你一定要收下，我这份谢意。收下吧，安心姐。 来了，啊！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？你发奖金了？我跟你讲，比发奖金更加邪门。我今天一到公司，公司里面所有的同事都向我示好，就平时不接触的那些人都往我柜子里面塞礼物。你说，我是不是被我们公司老板看上了？但是他都50多岁了。 不要做梦了，你该睡觉了。晚安。 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啊。嗯，用了小丽送给我的香薰，睡得可好。你的？啊。哼，你该不会是在里面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吧？这么紧张。 在想什么？嗯。
干嘛突然吃冰淇淋啊？因为热。你在卧室洗完你在厕所吃的碗吗？ 很想知道，凭你的丰富简历，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工作吧？杜经理，你谁呀？我是可以帮你的人。喂，悠悠。安心，我看到你的微博动态了，你是不是和那个小八有进展了？同时招来的。哪有什么进展，我就是随便发发。 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我动手你自己来。可能我好像有点喜欢他。Oh my god！你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？明显吗？你看得出来啊？那你看得出来，那他能看出来吗？他当然看得出来了，而且他也喜欢你。不会吧？ 你怎么知道？嗨，我磕了这么多年CP，可不是白干的。嗯，那你说他会不会有女朋友啊？这倒也是，他长得这么帅，不可能没有女朋友啊。对呀、啊。你也不要自己吓自己了，说不定他是母胎solo呢。 母胎 solo 不太可能吧？他这么好，唉。小说里不是很多这种男主角吗？你们相遇这么传奇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说不定他就是你的那位完美男主角，是不是？安心，悠悠，待会儿跟你说。 前段时间搅得人心惶惶的变态跟踪狂，今日又有了最新进展。
警方目前正在针对嫌疑人监控进行排查，也欢迎各位市民积极提供线索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安心的男朋友，他在公司吗？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可以帮我转接一下吗？哦，安心啊，他不在公司，今晚没排他的班，他一大早就下班了。他几点下班的？好像是6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林总，您这是？进来说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事情紧急，我也是刚刚得知。您看一下这个。今天晚上，林方总会秘密会见几位股东。几点？10点，米歇尔酒店。林总，如果您现在还不走的话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！记得你刚到公司的时候，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实习生。对啊，时间过得好快。其实上次那个事儿，我一直都很愧疚，想找个机会跟你说对不起。我这个人一喝多了就犯浑，给你带来困扰，我是真的对不起。杜经理，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。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，我其实也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你相信我？林总，杜梅不见了。继续找，现在几点了？9点，林总。您现在赶回林家还来得及，找安心小姐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在前面放我下车。好。我相信你，因为我以前也伤害过别人，特别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原谅，所以我理解你。你要是理解我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你理解我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要逼我到走投无路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，什么叫把你逼到走投无路？你的样子好无辜啊！安心，安心，安心。我要是不知道你背后做的事，还真能被你楚楚可怜的样子给骗到。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你对我做的。杜经理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中间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我被开除不就因为你吗？又不就因为你落到这个田地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能力去做这些。你没有啊，你背后的人有啊。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为什么一定不放过我呢？大不了鱼死网破呗，还要怎么样？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叫人了。叫啊，叫，叫，你叫，叫。安心，安心，走，你跑。你为什么一直逼我？为什么你要逼我？你说。
担心啊，有我在。没有哪受伤吧？啊？你的腿。我的腿没事，来扶你起来。来。来。没事吧？小心！小凡，过来！怎么了？心疼了是吧？小凡，小凡，等着。送他去医院啊！我帮他检查过了，他没什么大碍。你先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们认识吗？嗯。你先上车吧。小姐姐怎么称呼呀？叫艾丽就好了。你是安心吧，我听小八提起过你。所以你们是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啊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呢？别这么说，他是我的恩人，我这么做都是应该的。前面是右转还是？前面是右转还是直走？哦，直走右转就好了。好。哦，左转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艾丽带你回来的，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？
谢谢了。没什么，我也是碰巧遇见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还要送那个人去检察局，就先走了。嗯，注意安全啊。刚才你腿怎么突然就好了？应该是回光返照吧，听到你喊那么大声，情急之下就站起来了。什么回光返照啊？是本能激发了人的潜力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刚刚被那个杜冬瓜又打了一棍子，现在又站不起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是因为我。你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的话，那你不如多给我做几次按摩吧。什么时候学的这么精啊？我可没教你啊。啊，轮椅呢？哦，我刚才太急了，就给忘在那儿了。我现在就去把它找回来。不用了，阿离说再给我买个新的，作为答谢。毕竟我之前帮过他嘛。可是人家今天救了你一命，你要怎么感谢他？也是啊，他怎么就对我这么好呢？你说他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艾丽她身手这么好，可能是个警察吧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吧，我回家。慢点。都已经十一点了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嗯。我不会再让他出现在你眼前了。那如果还是出现了呢？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。那万一呢？有我在。那就一言为定，盖章。睡吧。嗯。林芳那边继续盯着，有消息随时汇报。进来。来了，爸爸，您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？我看了，不错，想法很独到。那你准备给我这个方案投资多少钱？哼，爸爸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说，要想开发的话，还要仔细考量一段时间，毕竟是有市场风险的。说来说去，您就是不愿意给我投钱呗。你呀，这些累人的活交给男人就行，你费这个心思干什么？我也可以的嘛。既然您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，那我就把方案拿走了。哎，我
我听说你在找林家那小子是吗？哪个小子啊？我顾元朝的女儿，有的是男孩子追，没必要把心思浪费在他身上。如果他不回来的话，我看更好。知道了，爸爸。林总，林方总之前会见的几位股东们，他们现在有几个最近一直在找董事长，恐怕也是在聊关于股东大会的事情。您说林方总会不会？那几个老家伙没那么容易被收买，不过我这么久没有回去，肯定会有所动摇，急于找一个靠山也说得过去。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回集团呢？再等等吧。杜明的事情都搞定了吗？您放心，几项罪名加起来，他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而且，杜明也交代了，他之所以挑爱静小姐下手，是因为有人断了他的后路，让他走投无路的。是谁？还不知道，但他现在一口咬定是我们做的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是有人想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了。会不会是林方总？不可能，以我这大哥的脾气，他要知道我还活着，他就不会这么静悄悄的。那会是谁呢？不着急，鱼总会露出水面的。你去帮我打听一下，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定下来了没有？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是艾丽，她说给我们买的轮椅到了。我们是给你买的，那我下班的时候帮你一起拿回来。不用了，她说快递会送货上门。嗯，挺贴心的，她对你挺好的。嗯，是还不错。先生买花吗？你看好看。顺君酒店1205房间，有尾巴，注意甩掉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大白天的去酒吧？谁知道呢？等等看吧。小可爱，好，谢谢你。哦，不客气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外人不能上楼。不是，我认识他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那请问您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下次啊，您先把名字编好再来吧。我有什么必要去编这个名字呢？我真的认识他，所以行，谢谢啊。
我有预定。啊，您的名字是？艾丽，艾草的艾，斗笠的笠。好，稍等。啊，您的房卡已经被和您同住的先生拿走了，就刚坐轮椅上去的。你没有发现你被人跟踪了吗？凌芳的人为什么突然跟踪你？抱歉，应该是之前收购速达快递的动作太大了，藏是藏不住了。股东会那边也有了最新进展，是关于公司替换总裁的事。之前董事长一直在犹豫，但是今天突然通知明天要召开会议，要将总裁的位置交给林芳总。林总，您必须马上回家了。走吧，是时候给他们个惊喜了。那您要不要通知一下安心小姐呢？您这样不辞而别，安心小姐她会担心的。所以你们是？不是你想的那么关心。你说他？他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我这边有些事，等我忙完了，就回来找你。最近凌氏集团确实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临危受命，我也是颇感压力。但是，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担起总裁的责任，带领凌氏集团走向未来。我不认可。真的是啊，十二哥，爸，二哥活着。